那今天那怎么一只猫啊？啊？风搬到了。枪还挺重的嘞。荆楚不语，从荆州专门发过来的。这是我婆婆从荆州给我们寄过来的。每年夏天都是黄桃成熟的季节，然后荆州那边的黄桃又比较便宜，就给我寄了一箱，给我妈也寄了一箱。哎，还挺好的，包的挺好，熟了，虽然不算软，但是感觉那颜色应该熟了。给它洗一洗，把上面的毛洗掉。你找妈说多少钱？10块钱7斤啊。10块钱7斤真的好便宜。他那是市场买的，他这个应该不一样，这个应该是批发市场。对。这应该是找人买的、哦、市场买的那种散装的10块钱7斤，我们这儿多少钱？我上次看那个蟠桃10块钱一斤，对对对，10块钱一斤，9块钱4斤，这样子。哎呀，哦，它的熟了它就放两天，放两天它就会变软一点、嗯、我们现在要回我妈家住一晚上、啊、珍珠一点，珍珠好激动啊，知道我们要回去了，回去吃那挺好玩的。你今天预约好了吗？明天那个北大医院的生殖科。是呀，我查到明天下午刚好有空，我就约到明天下午了。深圳只有几家医院是三甲医院是有这个生殖科的、哦、专门做生殖。速度离我们住的好远、啊、对，都离我们很远。所以之前想的如果说身体没有什么大毛病的话，能在附近的医院解决了也就好，就不用那么麻烦。没想到哎，还是出了问题，到时候还是得跑到大医院专门生殖的再找一个。哎，还是应该早点听网友说的。谁知道呢？没有，想偷下来，结果打没偷成，反而更麻烦。我觉得生殖科检查的不知道从何检查起。就是如果说你如果已经是感觉自己备孕了很久都没有 OK 的话，直接去生殖科就完事儿了。但是我们是因为这边没有生殖科，所以没办法。所以以后如果有网友跟我们一样的情况的话，直接生殖科得行。坐的屁股都麻了，我们终于回到深圳了。我们家是老小区，没有位置可以停车，所以现在都停到别人小区来的。走的昂首挺胸，好开心啊，珍珠。走错了，这个死狗，怎么上去？啊，是哪里呀、啊？别动！等一下，准备了，来，两个准备。别啊！这就吃饭了。吃榴莲啦！嗯。哎呦！这喷油都出来。啊！热量爆炸！好香啊，这个榴莲。干包，嗯，是的，累坏了。哎呀，买了这么多蔬菜，楼下便利店还给送上来、啊。哎，怎么是洋葱的吗？我看垃圾看着。狗腿子，你。我说你要有70，你看熊罗伊斯给哎呦哎呀Lucky 生气了Lucky 生气了Lucky 哥你都不吃你不吃，不吃蘑菇了哦。好快！妈呀！啊，哎，你跟他做美甲做了那么久啊？不得了啊！这么丑做那么久，白的。
举杯，配乐。说话，我都没想。差不多。没有吗？